稍微利用软体安装的时间，我问一下，请问您是苹果咬一口的那个有吗？哦，中文系也不少。你有没有觉得，平常都有参加一些像这种软体的研习呀、啊，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因为用的都是 Windows，都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你会发现，哎，因为台湾以前的 Windows 占有率几乎是95%以上嘛，甚至99%。那 Mac 的，我最近像我参加小朋友，我们有一个那个什么图书馆办的，哎，那个叫做智慧灯泡的一个研习，结果家长因为要自己带笔电或平板，一到现场20几位，一摊开一半 Windows 一半 Windows 那个 Mac，吓死人了。好，所以那个 Windows 现在使用率其实也蛮高，那个 Mac 的使用率蛮高的。那如果说您在不管是老师或同学，您在做简报的时候，其实难免都会需要什么？就是标示一下吧，哎，那你就可以用这种工具啦。你看，像这个软体的话，它就是 Mac 跟 Windows 都有的，而且重点是都免费啊。所以您看，我在这边，啊，等一下，按下去，好，有没有？这样 OK。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是这个，有一个是叫做。应该是这个，我们这边不会消失掉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写的会消失的哈，来，我先给您从这边看好了，来，先收起来，从这里看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最近有写的一篇文章，这个工具大家比较用不到，所以往下走，这个叫做暂时。暂且墨水这个功能，因为平常老师如果写白板，要不要擦掉？要嘛哦，但是有点麻烦呢。他在这边，如果你写暂且墨水，就是写完大概停顿了1到2秒，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消失了，自动消失。这个看一下就好了。但平常可能大家还是自保留在上面居多。那另外有一个，它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可以让。看网页的时候焦距有没有，或者看你的文件的时候焦距就对在哪里嘛？那我们再往下看，老师平常一个白板够不够写？我们文学院应该比较有机会用到板书，对不对？老师一个白板够吗？有些老师上课板书比较多，板书比较多的话，其实这边可以有，我测试的时候是用到75个。真的吗？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板书在这里，这边有没有这样就进到白板了？但是这里哦，要，哎，我先不要锁定，我把它拉到旁边一下，这样你比较看得到。哇，这个工序列，哎呦，它锁定了，哎，我把它移到旁边给您看一下。有没有发现这里第二个板书，第三个，来从这边有没有两个？这是第一个，写不够，第二个，对不对？哎，那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那这个的话留着要干嘛？哎，因为有时候我写了，如果你擦掉了就没了嘛，所以为什么教材要数位化？啊 但是其实。您可以搭配什么？就是如果您习惯用那个手写笔啊，也可以啊，就写在这边也 OK，反正投影都 OK 嘛。那重点是你写完了，有没有发现我就可以这样切换？甚至如果你写好了，可以把你的笔记留下来，就直接存起来，直接存起来。所以您可以像这样子。那比如说，如果您是诗词的部分，哎，我也可以把诗词放在这边，然后去做讲解也 OK 啊。照片也可以放进来。好，我给您看一下，像在这里，我回到这边来。如果说像我们在这边，哎，我要剪贴一个地方啊，这个这里，我把这里剪贴起来，好，把它放到白板里面去。哎，没有剪贴到，这个没有剪贴到。
在这里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板子里面去，假设你要放第一个第二个都没有关系，那我就把它 open， 有没有在那进来的？哎，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在里面做讲解，这样也可以啊。好，所以您不管是第一个板子第二个板子有没有都留着，所以你要做讲解的时候就很方便，好，就很方便，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点的。那这个软体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如果你要做猜谜游戏的，哦，有没有先把答案遮起来好，偷看一下，好，这样哦，这样有没有，对不对，也很不一样的应用方式嘛。哎，所以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工具还真的蛮多的哦，工具还蛮多。那我把这个先关掉一下，那当然它也可以做什么，做录影，做录影。所以您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我有加上了麦克风，那您的上课的过程就可以直接录下来，就可以录下来。当然它本身其实它本来还有一个硬体，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是什么，是你要买不买都没关系的，因为这个软体的部分是像这样用就可以。如果您搭配这个，您觉得这个像什么，像那个老师有没有接过实物投影机？对啊，实物投影机你要一台一般的是不是就比较大一点，那这个软体它本身就是搭配它，你可以搭配这个，那它就能够在这边，在这里搭配这个，因为我现在没有装起来，所以如果说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可能我有些时候需要看一下，如果有一个文件我需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这样直接把它拍下来，就是在上面直接做讲解就好。嘿，因为这个我今天来不及把它装起来，所以我就没有直接 demo 给大家看。好，这个是这个小软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您有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只是可能您之前还没有怎么样看过而已，对不对？可是我们透过这些小软体的话呢，您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还蛮有帮助的。我先把它停一下，好没？你看这样就录下来了。这样 OK 吗？可以的哈，所以简单的像这样子使用，那档案都不会太大，哦，档案都不会太大。